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在学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在强调背解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却得到一个旧旧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我这个话。我却在强调背解我的 ABC。 我说